它这是酱弄掉，那你必须要弄掉，因为那有一管理委员会。如果是邻居的话，对面的邻居，他没什么，他没什么，但是他只是说你不会想要他那在那里，因为他会很难的。不会啊。你小心点。家可以在豪饮吗？在豪饮。哦，在 YTT。对呀、啊。介绍一下你自己做什么工作？他是教师。
我只是粗浅知道而已啊。那医生有那个医生跟我们讲说，每餐要多吃番茄，要多吃番茄。那番茄可以好像是让它那个比较不会肥大。那我是不管，那烫过就很难吃。我都是吃生的，早餐也吃，午餐也吃，晚餐也吃。番茄胃不好不要吃，胃不好不要吃番茄，因为智障会吃。原因好奇怪，我那个是不明原因的，不明原因的，因为脚气，那一只脚是好的，这只脚就不能够站着久，不能够也不能坐久，啊躺着那个抬高腿，然后久一点的话，它就会好，它就会消掉，就会跟这只脚一样。但是你只要站久坐久，它又开始硬起来，这样。对，总的话是要把脚抬起来。那个静默、静脉的那个循环不良，已经检查过了，说不是，就是这样子。不然它是这样子，它那边如果有血栓，那循环不良的话会造成血块，那血块会运，它会走。对，它也是脚肿，就是查了差不多一年多，查出来结果是这个是叫什么？这里是淋巴。甲状腺的问题，它也是查了好久。查好久查不出原因。它也是手脚痛。那时候打那抗生素，住院打抗生素，打到超级虚脱。超级虚脱。真太累了。对。72岁，才第一次住院。我从来没有进过医院。72岁才进过医院。那你还做麻省人吗？没有啦，那种会消掉。那时候会消掉了。你没有运动。Every day. 重复。那个身体就一直保持。还有另一个叫做脊椎组织。像摔跤、judo， 八，哎，这个谁
上次应该知道是已经是从巴西来的，像九州啊，卡普埃拉，不是卡普埃拉，是两个，是吗？他就是什么 bell brown bell， 那些要拿过来的，我那认认识。柔道吧，他以前在健身院教人家那个如何练身体。对呀、对呀，那个如果两个月不练，